部分，恭喜你开创新价线。干，垃圾。小智十岁吗？小智不是十二岁，小智不是小六吗？欸，我要出什么？我要出什么？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我要出什么？我要出什么？我要出什么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这个？盗窃之刃吗？还是鞋子？看人密我，吵死了！蓝色是不是？好，蓝色。Nice. 嘣！观众代打，观众代打，抓到了，我们直接代打。现在有几个人代打？现在有870个代打。哇，87代打。点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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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点什么？点 Q 吧，感觉是点 Q。欸，我好吃了，我可以吃吗？我可以吃吗？我吃了会不会死掉？我吃了我就点 E 有没有？我只要被抓，我就点一，然后上去。你要点 Q， 真的？点拿是不是？不行，点不出来。哎，帮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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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会问老板吗？老板在睡觉啦，老板不会那么早起啦。你们有没有当过老板啊？干，你们一定没当过老板，一群卤蛇！老板怎么可能会这么早起啊？我的老板是全天下最好的那种老板，绝对不会这么早起床。哎，我吃到了，就是我没吃到。我打他怎么可以赚那么多钱啊？太赚钱了吧！这只角色是骗钱角啊！这角色最会骗钱，太厉害了吧！这个定哦！哦，别说了！我刚刚那个定有没有？全天下的巴德都觉得我是高玩，全天下的巴德都贵。吃一下。你会不会推啊？推快一点啊！是不是点 Q 先高嘛？二十啦！好吃，好吃。好吧，事实证明我不会玩巴德。事实证明，欸，当辅助好玩哦，当辅助我可以屁话哦，我只要负责屁话。嗨，屁话哥来喽！哦，好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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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血海，血海 ，Oh my god！怎么可以这么血海？我到底可以赚多少啊？太赚了吧！哦，有编钟吃。好血哦，好血哦！这角色超血。
然后晚上就老师，我去吃编钟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啾！啾！你怎么会动？啊！没骗到他，我刚超帅、欸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他那个八，他那个射雷西一定没想到自己会飞那么远，他一定没想到自己会飞那么远。嗯，太帅了！干，可是我也没想到我自己会死，是加速。嘟嘟，所以我吃鞭中会加多少魔？12%魔力，好爽 ！I come and help you, save you, bros。赚15块，赚15块，好削哦！太爽了吧！帮你加一个。哈，完全理解这角色怎么玩的。这字怎么念啊？神龙吗？还是神河啊？难念的字哦。痛啊！我好痛啊！我好痛啊！我看我怎么痛啊！我应该带双穿的神龛，他、啊、怎么派啊？啊！换一只，换一只 ，nice！ 哦，加 AD 怎么那么强啊？天啊，还是我太强啊？观众觉得 AD 强的打个加一，觉得我强的打加二，谢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加速胜，嗯？这里是不是可以放一个那个很强、很长的那个线？是不是可以从这边放？这样可以不用走路。对，走喽！加 1.5 也会被 ban 哦？你还真以为加 1.5 不会有事？傻逼！各个傻逼！哦，这角色好吵啊！这角色在我脑海里面环绕了一个旋律，吵死了！还有想要播歌，嗨，观众被 ban， 这你们自己讲禁语，你们自己被 ban， 怪我喽！现在是怪我喽！欸，我六等，我六等，凶他，凶他，凶他！我好痛，我好痛，这 Q 好痛！
第一次打弄的 Q。自己吃，不给 AD。刚刚射屁哦！干，没 Q 到他。拜。有兵在这边，怎么摆烂？好吧，找自己再吃一口，好吃。哇，这一技怎么快啊？偷吃个边中，哦，吃到了。有两个在这边，好想吃哦。我会吃后面那个。甩尾。嗯。为什么消失了？我刚有多少血？我刚只有937滴血，他三秒打了我这么多，干什么啊？白痴还动啊？干买贝的，一秒杀。我打他好痛哎、欸！我打他真的是超级无敌痛，那真好难玩啊！真的是选错角，我超难。AD 表示我头好痛，靠北！这一大就这样开、欸，哇！大 Q 距离超短，我怕被他勾到，被勾到就死。晕倒，晕倒，晕倒，晕倒！带走，再带一只 ，nice！ 追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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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晕，我晕，晕倒，晕倒！不要盖我，你为什么要盖我啊？我是 support 哎、欸！我来吃喉糖啊，喉咙好痛。讲太多屁话、啊，喉咙都是屎味。你说后来接下来要出什么、啊？出血量好不好？血好少。啊，去了！摄影师这造型很帅。
我要出这个。叮，有没有那么难叮到啊？没有，在我自己家里开台。这场的钻石数值真低，我以为我进到白金场，什么时候突然变钻石了？好吃哎！我们打起来，叮叮，哎呦，我打起来，干，那么多可以吃啊，一直吃一直吃。让我正当理由到处跑，好爽、安娜娜神勾苦勾苦是那个吧，勾苦不是悟空吗？寒冰霸权哦，寒霸牛不太派啊，不讲寒霸牛没血啊，我要血量。四十，啊，抱歉，帮你补一口，希望你原谅我，应该不会吧？感到都不会原谅我，但我可以帮你中奥哈。哇，巴德到处走来走去，看起来就很会玩，感觉对面巴德，对面英爵，看他巴德给我压力好大啊，一直跑来跑去。还是跑跑去，太可怕了吧！他干嘛一直来中路啊？太可怕了吧！吓死我！吓死我！吓死我！我忘记带扫眼了，算了，没差了。这么自以为踢哦啊！这个晕怎么样啊？刚刚那晕怎么样？玩家请给分，来宾请给分。我觉得每个八十分，有个87分吧。原味天神是大天神吗？不要盖我！不到！你
怎么会？哦，这个晕，死前带走你！哎，破婚姻，死前带走就算了，还破婚姻。怎么不玩了？我怕玩了，被队友骂。干脆就假装自己没牙好了。啊，他怕对手队友都笑，不敢开，不敢开啊，不敢开啊，不知道哪里该啊。这时候玩一下好了，啊，被他躲掉。GG。唯一的还是空大，干你娘！这有点难玩。不要要求那么多，我都不会玩巴德，我是补位补来的，而且我还选错角色。这个晕怎么样？快逃！再补晕，还没补到。好像补光啊！假如这时候有 R 的话，该多好。更多更多恶毒的物防，我的 R 呢？好问题耶！请看 BCR， 我的 R 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太神秘了！这时候只好看 BCR 了。看对王不来标我，有哈到两只小兵，谢了，谢了，有哈到两只小兵，你们不讲，我还以为我连两只小兵都没哈到，快哭了。